我们厦门市啊，福建省厦门市是不允许有电动摩托车的，电动摩托车岛内是不允许有电动摩托车的。就是什么叫电动摩托车？就是你要符合国标，就是国家定义的标准。啊，这位是应该在这里等车吗？你在这里等车吗？啊，这里是什么站啊？没有公交车。哦，你在这里等车吗？我打的。哦，打的啊。那我还是往前走。像这种情况下都是打的呀。那我现在往前走。这的士会来吗？应该会来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的士会来，只要钱夹得足够多，哪里有的士走不了？翻山越岭都给你走过来，就像我们送外卖一样的，只要小费足够多，哪怕虎刀山也不害。鞋子湿的果然是比较不舒服。哇，这一片绿，还有淡淡的雾，淡淡的雾气，看了就是比较爽。这就是。身边的天然氧吧，何必跑那么远呢？是不是？天然氧吧，幸福就在你身边，幸福啊，就在你身边，只是你没被发现而已。哇，这个下雨过后，这个树木越显。格外的那个翠绿，他们这个是。这个挖这个是填下来的土很多啊，推的啊，要看这个山势的，这个山它这挖斜，它这本身斜率很大，嗯，真正岩土在底下，看底下那个树，对，在底下那个树根的位置才是岩土。这个是做什么？啊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准备做个木栈道。啊，木栈道啊，观景台。就是给我们，就像我们要你们来啊，可以走木栈道啊，就是车里人车跟人啊，又下雨了，又下雨了，车跟人分流啊，是啊，没关，车也得把雨伞，你看，这应该是打地基是吧？算是，弄一个木栈道啊。大哥，你用走啊？啊，你要走啊？啊，是啊，走走。从哪里的火车站走来？啊，从东平山。就是下河路。这个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成呢？这个太官方了，啊，自行车的。
一阵一阵的。对。啊、再往前走，这坐那个木栈道。啊，现在又开始下雨了。厦门呢，还是相对。